한판육경육경수대합경경경리제후연시유세존如来显何言诸菩萨显护教诸菩萨世尊显南无显诸云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闻何应佛闻何行惑于心不言现在现在诸菩提如你说
讲拢拢闽南一带来的，啊妈祖拜佛，妈祖呢，啊电线公出来的，是这个人代关系的安平特别意义重大。那台湾的历史来讲，要从安平开始。有有，台湾那个是属于安平开始。没没这件。谢教授指导方向。谢教授编郑成功传奇性的一生，还有妈祖信仰与神机这些好书。啊啊啊！就这本四本的哈。还有一本礼仪。这是平安路上。这回。我们办十六岁嘛，哦，办十六岁成年礼，成年礼，对啊，第一张是成年礼，哦，成年礼，啊，作为的证件嘛，啊，他，哦，加够够六十家去，哦，太岁，太岁，哎呀，啊，过平安桥，好，过平安桥，啊，这个，哦，加好晒心的，好晒心的，啊，怎么礼仪怎么办，怎么办，挂杯，弄在这里，哦，这宝藏哎，嘿嘿。这个较方便，这个礼仪就较重要。现在传承，有诶，年轻来唔知影哪牌，哎呦，安那嘿，下边遐有著名公孙书啦，遐牌的孙书，基本拢，好，这有讲大公哪牌哈，好，谢谢，感谢。安尼，延平郡王郑成功的神像里头，伫头前去。哦，迄阵呢，哦，安尼知影，安有看过啊？嘿，安尼有拜过啊？啊，来面试。好嘞。所以你就郑成功请保护咱神明来顺，过来拖两顺去，过来拖两顺，拖两顺去，啊老三嘛，啊人家个两顺来报，所以从迄阵看，其他两顺修路都无修成。哦，就是安尼吼，啊，两顺的妈祖是第一尊，两三顺都两顺，两顺妈祖。啊，去要请去迄阵，迄两尊啊，哦、到现在唔知去倒，唔知当时大陆红卫兵作乱的时候，唔、知请去倒耶。哦、所以唯一全国为世界分尊一家，哦，用一尊啊。唯一的分尊就是你在那边安平家。安平家。太大一片了。所以你们仔细的看。到处到各县市都有佛山妈祖，祝咱遮这三尊请慈祥，看保卫无受伤，您可以甲瞧瞧看。哦，感谢，这拢印出来印尼真的啦，印尼这安平行李啦，这个是啊，拢有拢。啊，这大妈这文的呢，啊三妈不文呢？无，拢应该妈祖是一尊娘娘，林木娘。哦，妈祖是一尊娘娘。啊，那些。那讲要礼嘛啥嘛，是由妈祖的行为，尊。那讲伊佛教讲人人都有佛心嘛，啊，哦，所以，哦，这，哦是，这是本来啥嘛，即卖变大嘛来。安尼哦，像迄两两尊请去。所以你伫台湾，人古乡拢讲三嘛三嘛。哦，老在台湾是三嘛哈，中去中三嘛哈。啊，三嘛咩公姓啥？嘛是拢，即个即妈祖是林默娘。嗯，爱讲林默娘。嘿，嘛是林默娘诶。啊，无再讲话，乌面三嘛。乌面含暗面是，我阁解释一下。哦，是。因为姓名尊起来，是啊，原底是拢水红色。啊，是啊，是啊。啊。这个乌是做了这场烟熏的了，哦，是很了乌的，哎，熏的了，所以当时伊讲好了后，无，唔得前年前两三四年，未收嘛要来，啊，有来遮讲，有来的哦，啊，遮咱是欢迎啦，但是因未输拢伤的行为，那下面哎呀，要香，要红包，要什么？所以这边不欢迎。他来的时候，这边的面相显出来，一下显出来，都是啥嘛？他乌妈祖就是这家嘛。哦，是啊，是啊，妈祖里边。这里他古嘛。啊，是，他古。嗯。后面妈祖啦哈。嗯。哦，啥嘛？叫啥嘛哈？啊，无来讲有名，无同款。无，拢嘛是讲林木娘。对，林木娘，对啦。不是三孙，就是有伊个行为，有伊个模范。哦，他起来请，请妈祖。哦，请妈祖。有呢，他咧帮忙做嘛。对啊，他无伊只电视咧做乌面衫嘛，他名他无共人。唔，唔共迄个名嘛。共迄个名。哦。
讲过也分文的武的，武新的，武新的讲也做黑面衫嘛。啊是加郑成功来帮忙郑成功的，保护郑成功的，请三尊来，请三尊来去啦。三尊，啊因过来讨论尊重。哦，啊，迄是去坐美美洲遐请的。请美洲嘛做。美洲嘛做袂啊。嘿，定美洲的定点嘛。哦，定点嘛吼。好，请三尊来。因为当时郑成功是一个王嘛，阿要甲请因唔敢批嘛，所以我们请来，请来了后，台湾修复了后，台湾修复了，伊郑成功过身时，迄边的人知影，都要来讨等啦。哦，啊，这有咧典故啦，阿要讨的时阵，咱内地的家人讲无，阿叫找着，他用半杯解决嘛。有讲有一典故。讲半一百杯，用半来拨，他袂有请上。啊，头先半一百杯去，这边佫反跳讲，那么一百杯就是大嘛，二百就佫拨。哦，啊，二嘛大一百杯，伊拢请落。啊，剩三嘛，拨到九十九杯，第十八杯去调去，奖金五啊。天还天管咯。我咱比如中间迄个奖金五嘛。哦，迄个奖金。啊，因遐看个讲，啊，你们这里个人遐虔诚，啊，全留三万只。哦，是啊。啊，因较个，只个三个尊两尊啦。哦，是。变是三尊妈祖。伊后来尊个两尊是只安平只个人，台南市个人尊个呢。嘿嘿。哦。尊来换去。哦，对。是啊，是啊，尊来报啦。嘿。啊，这个就变用迄尊三万。先先加到大嘛，啊是啊，啊加两尊嘛三嘛，哦就是安尼啦，哟吼，咁是安尼较清楚啦。啊，所以这里那讲，咱大体台湾拢是闽南来的祖先，啊大体是拢讲是讲三百年前，就是这个郑成功1661年来啊，拢是讲迄个时阵来，所以三百几年前，啊妈祖啊，假是有金不是，郑成功请啦，但其他只请来讲叫做护军嘛，保护军队，啊其他遐有呢先做请来，是也准或者准阿妈，啊再分布到各地方。有有大哥，啊这发展到对大家去，啊咱。咱祖所的祖先拢是信仰妈祖。是啊是啊，祖先信仰妈祖，对福建都加，哦，迄有关的，谢谢哈，感谢。时间在长处啦，我们多聊一下。谢谢教授啦，吼，感谢啦，吼。啊，你就将军是要请何做上？这两尊就将军。就将军是要请何是做上？哎，有名。拢请何就将军。请何就将军了。有啥物典故个啦吼？典故，感谢。这个讲了真啦。哦。这个满清接下台湾的时候，是啊。以台湾本来版图是这个满清来开归中国的版图。有有是啊。以前还没有。康熙帝说在台湾。啊，以康熙迄阵满清也是，是拢派教一个。什么赢吼，拢派来遮，咧治安治安嘛，咧当讲收话偌久，就等于换一批人。是啊是啊。啊，所以伊来的时，拢是男人来嘛。男人来。没有女人来。对对对。那么可能啊，也有一个，伊要袂肯定的资料啦。啊是啊。但是可能当时来的时。是男人嘛？是啊。是啊，真侪拢是遮土著结婚的。是啊。哎，所以你甲看，这三尊、这两尊啊，三两尊，迄边拢吼是看土著较少些嘛。哎呀。啊，这边就是看，你看讲近。因这个郑成功来，啊是是，吼，兵马俑差不多，哦，所以可能也安尼的，迄个时阵当时这两尊是，在伫这个天会宫向大人阿安平的守保护神啦，阿安平的守护神啦，哦，啊可能也有这个
用意，这个解释啊，有这个，有这个给他们。哦，感谢啊！本来讲后世是啥物宫？那天妃宫。天妃宫是第二妃啊。天妃的妃嘛，天后天妃。哦，对对对，本来妈祖是天妃。天妃嘛。好、哦，后来啊，就皇帝嘛，天妃。二十二年来的时候才升级，看来尊称为天后。哦，对了，帮忙收台湾啊，这就比较，今麦讲就讲这个庙的特殊啊。感谢主笔啊，时间还来了啊，感谢主笔，谢谢啊，好，谢教授帮忙，感谢啊，先拜拜了哈。好，感谢。好。来做我来讲讲。啊，我有炸掌，炸这杨玲诶，谢谢啊。我该处理了，我还要去巡一转咧。对，还去海山馆，还去延平街。海山馆我都延平古堡咧。海山馆就是当时所谓的兵马，拢兵营了对。兵营。啊，五个呢，五个馆呢。诶，阿姨伫遐都分做五个馆。啊，剩几个馆？嘛是。啊，个五馆啊，拢伫啊。哦，啊，海山馆上出名。系一间，是兵营就对啦。是啊，啊，海山馆上出名呢。嘿。啊，无太，拢我们去找海山馆。海山馆都过去啊。海大船，海大船。千兵派来，咧拢住伫遐。好兵营。嘿。好。好，感谢啊，谢教授啊，谢谢。感谢主持。好，感谢。是讲，拢闽南一带来。哦。阿妈做。妈祖了，电线公出来了，哦，这个人代关系比较紧，特别意义重大。那台湾的历史。